兄弟们啊，发现大货了啊！这是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大货，下了直播以后拍的这个作品啊，特别大的一个猫眼螺啊！如果你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猫眼螺，给老弟点个小红心啊！有很多人给我作证啊，你们也喷不了我，加关注，看我赶海抓这些东西啊！